有一对夫妻发生口角纠纷哦，其中男子因跌倒而受伤。那安经本分局员警赶赴现场哦，发现现场男子已倒卧昏迷在地哦，那头部跟腹部均有外伤。那经通报消防队救护人员紧急送往林口长庚医院急救，男子于16:31啊宣告不治哦。那涉嫌行凶者哦，疑为其死者前妻哦。那目前依法将其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那死者遗体已报请检察官相验，已厘清死因中。